抽他一口，表达表达是亚布里尔什么滋味。恨抽他一口，表达表达滋味，都不允那个学生者，反正顶给劲儿呀，哎哎哎呦，恨抽他一口，表达表达嘴，恨抽一丫头，表达表达嘴，张牙舞爪烧心了本，舍前胸那个抓后本，编的那小日本。定是事儿，人活一口气呀，哎哎呦，抬起头呀，定是事儿，人活那一口气呀，嘿，人活一口气，再装一袋呀。红毛菇是我们家乡一种野生的蒿草，满山遍野的都是，可好看了。我们那儿的人都把它当柴火烧，可有的人稀罕它当作念想，而有的人稀罕它图个吉利，消灾灭祸。它还可以当药材，清热解暑。1933年，孙朝阳假装投降小日本，露了馅儿，小鬼子要消灭他。他在滨州把小鬼子闹腾了一顿，撤出了滨州，顺着只有个个熟悉的家乡山岔野道，在红蘑菇的忽悠中，走上了打鬼子的新天地。在这个队伍中，新来了一个身量单薄、相貌稀松平常的年轻人。他死气白咧的要参加队伍，要打鬼子。那一年我15岁，属羊。都说属羊的命薄，但就那年我认识了赵尚志，因为我爹和他在一个队伍里。赵尚志折腾了我一辈子，我现在一想起他那死命抽烟的架势，
那丑了吧唧的模样，那说起话来实实会会的憨劲儿，那打起鬼子来讷叨叨的虎劲儿，像个扎实起毛斗架的大公鸡，我心里一股一股的血直往嗓子眼里鼓，可得劲儿了。我只能偷着说，我稀罕他，爱他。有了他，我孤身单人活到今年73岁，都本历年了，还活得可仗义了，活得有滋有味儿。可赵尚志他不知道，一丁点儿也不知道。注意纪律！刚才说了注意纪律。跟上。一等。安藤将军，这盘棋你先走。不，颜月大佐阁下。你年龄比我大，阶级比我高，理应你先走。好，公族，中国象棋我很早就专门学会了，你呢？跟你学的将军飞象。再公族，撤下。你等于没动啊。那你总比把兵放出去让人吃掉好。欲探虚实先动兵。中国象棋真怪，怎么没有狗像我的白犬团？狗是一个脑子只会咬，中国象棋狗不会想。光会下棋不会别的，也是一个脑子。跳马，出局，隔山跑。好厉害呀，真想打。下棋玩将。对不起，知事了。呀，前过来，叫，哎，司令，咱们歇会儿吧，啊，咱们到那边看看去，哎，好啊，好炮头，歇着呢，啊，嗯，哪儿去？到那边听故事去。这小伙子他妈一听说打仗啊，说啥也不让去了。这妈一不让儿子去，这儿子就没招了，这咋办呢？儿子心想，这老太太咋不让去呢？他妈也太糊涂了。就是，咱们明白，那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，对不对？是咋的？对，带领好。对。下回啊，咱们再说别的。行，你也不傻跑尿灶上，就你这熊样也能抗日啊？当心垫了马蹄子。好炮头，别扒着门缝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那你们都抗日，我也抗日，咱们中国人都应该抗日，流血流汗，咱留在一块堆儿。哼，
你跟我瞎扑刺，我就不收你。大哥，你这是这没事你就跟着弟兄们瞎白活。好，这没说呀，留着你吃干饭呢。好炮头，别小看人呢，我啥都能干。要不得，我先跟你说说，挑水、劈柴火、做饭、喂马，我全行。没事你就跟着弟兄们瞎吹呼，想刁买人心咋的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土豆搬家滚！你再能耐，老子这儿不养活你。就这事儿啊，好炮头，这你怕啥呀？我跟弟兄们讲的都是抗日救火的事儿，没啥见不得人的。谁敢担保？弟兄们都能担保啊。好炮头，好炮头，这位老兄我可以担保。你啊，李根直就你个高丽棒子敢担保他？你说谁呢？我说谁你管得着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火了还要揍人的。哎，出来，好炮头，我使命去算了，跟一个喂马的生那么大气干啥？我也是你说的高丽棒子，好炮头，这是糟践我们朝鲜人的称呼。他们俩口直，要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给你赔不是了，行不？启东哥，我没那意思。这两个混小子胳膊肘往外拐，要担保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。咱们刚叫日本人撵出来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这小子是干啥的？谁敢担保啊？我。这几天他干得不错，话说的挺有道理。咱们都是中国人嘛，抗日打鬼子，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。咋的了，三哥？你也向着他们说话呀？不就是留他喂马吗？那司令怪罪下来，谁担待？我担待了。好，你干你的。对，甭雷他，咱王炮头说了算。是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那兄弟我就谢谢了。嗨，这算啥？你说的话都是为了抗日嘛，以后大家啊多拉巴着点啊。对，以后大伙多拉巴着点啊。对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再给我们讲一个，接着给我们讲讲。再讲一个啊，讲讲。来来来。再说点，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，行，冲着大伙就再来一段，再来讲一段。上回那就不说了啊，这回啊，为大伙讲一段戚继光抗击倭寇的事儿啊。老寇准呐，嘿，你去哪儿去了你？这倭寇呢？就是那阵子的日本人，这些日本人呐、在明朝的时候啊，就特别猖狂，他们在中国沿海杀人放火，残害老百姓。哎呀，说挺难度。明朝有个大将，叫戚继光，哎，这专门抗击倭寇的，是个将军。这小子造型。那阵子小鬼子就欺负咱们了，如今晚呢，咱们大家伙就得团结起来。抱成一个团儿，把老百姓啊全都放起来。大伙想想，咱们是当兵的，要是没有老百姓供着咱们吃穿，咱们能打仗吗？咱们跟老百姓啊就像鱼和水似的，谁跟谁都离不了。哎，是吗？可是离开老百姓，咱们就玩不转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那么事儿。对对对吧，小兄弟？大伙再揣摩揣摩，是为嘛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司令，这老百姓该当司令啊？你说说，这队伍听谁的？是老百姓还是我啊？当然是听你的了。你说老百姓对我咋样？你抗日，老百姓拥护你，我也来投奔你，大哥。别听他这一套，这小子可他妈能白活了，刁买人心。你是干啥的？
种地的。嗯，种地的，种地的，你到我这儿干什么？嗯，打日本。打日本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嘛。小日本想占东三省，然后再灭咱们全中国。凡是不愿意当亡古奴的中国人，都应该起来跟他们干。嗯，你能干啥？我啥都能干，只要是抗日，喂马、做饭、劈柴火，干啥都行。嗯，会打枪吗？嗯，到底会不会啊？会点。嗯，好，来吧。我孙朝阳大爷可真是的，人家为了打鬼子来投奔你，你又是考又是试的，不会打枪，还不会抡拳头，还不会架口咬，弄得多叫人担心。他要真不会打枪，多叫人下不来台，一点不给面子。我孙大爷可有点太那个啥了，真膈应人。看见了吗？红蘑菇打湿了还能长。那嗯，嗯，好，你就留下吧。谢谢司令。司令。嗯，我看就把这个人派给我们粮台，留下他喂喂马吧。嗯，我就稀罕好枪法了，粗犯喂马也都得是好种。行，这个人就派给你粮台了。好，走。他可真够能耐的，枪可够了准儿了。我孙大爷队伍又多了一个枪法准的能人，今后专打小鬼子的天灵盖。加油！要再走日子的命，没事了，咱们两口，小心点。
我这脚板子，哎，好大！哎，跟着，赶紧洗脚。哎，是个魔怔，头发都溜出来了。罗汉王，你们上东街去。哎，水乡凉台，给我上个马架子去，砌好窝，别整迷糊了啊！哎，弟兄们都听清了啊！千万千万跟老百姓搞好关系，知道不？知道了。哎，烧过的，给我接点溜上的。哎，送来。哎，我说那匹马怎么的？你让他给人给他两脚。牵一边去。怎么拉胯呢？哎，司令到了。不动了，老慢点。这，快走快走。吃饱了，快一点。告诉弟兄们啊，吃喝都行，别给人家钱。好。哎，我说快一点，那个，快点快点。哎，走走，跟我上后街来。哎呀，孙司令，哎呀，刘三哥，哪敢劳你亲自出营啊？太客气了、啊。哪里哪里哪里，兄弟在对抗日，路过你这块宝地，望你老多多帮忙啊。哪里哪里，司令深明大义，率队抗日，能在小庄驻马，是乃小庄的荣幸。太客气了啊，二姨太。哎呀，好炮头，我们这儿啊也没啥好吃的，今下黑啊给你们包饺子，是不是啊，孙司令、哎？你包的饺子我爱吃。就哎，张马光，哎，好，哎，到地方了啊，哎，谢谢了啊，哎，谢谢了，小哥。孙司令，这回可得在小庄多住几日子喽。那就多谢刘老先生了，不客气。兄弟就打扰了啊，咱们好好玩玩。对，那就多叨扰了。刘老先生，如果有兴趣，今天晚上啊，我陪着二姨太打打麻球。哎呦，那不太好了。来，叫上老先生。走走走。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哎，哎，啊，六条，排好戏啊，孙司令。空中打麻将，你打得像你指挥的部队。哦，这肯定是何高才你的帮驾呀，哦、是吧，何高才？哪里哪里，这都是司令，司令。哦，打牌打牌，哦，二姨太，孙司令，实在对不起，又胡了。司令，玩牌什么都不要想。来，二姨太。你这张喂的不错。红锥二姨太差你了。孙司令，我真希望你在这多住几天，我也好多走几天鸿运的。二姨太，什么鸿运白运的，我有事不能多待了，住两天就行了。司令太客气了，贱内可是诚心的挽留啊。嗯，孙司令可太外道了，那人说的是实情。孙司令是党国的干城，平时请都请不到。是啊是啊。二姨太这牌花不错呀。司令干啥这么急呀、啊？有啥要紧事儿啊？啊，恕我孙某不便相告了。这个就不谈了，打牌打牌。二饼，啪，糊了。哦，哎呦，二姨太的手气不错呀。嗯，给，真他毒了。这扯的什么花花天呢？是二姨太，我今天正式向你宣布，我膈应你。
么啊？大哥，干嘛？哪打枪？好像韩家店一带。嗯，派出侦查的人回来没有？还没有回来。嗯？谁？别打枪！是我们侦察队。司令，不好了！你吵吵啥？走，回去说。这，走。哎，大家都保持安静啊！根据刘海涛的报告，看来东面的情况是不行啊。这支日本兵的队伍是从哪来的呢？我看很可能是从宾县跟过来的。我看是从方正鼹鼠方面调来的。啊？能有这么快吗？现在只有看西面的情况怎么样了。袁鹏，福林回来没有？现在还没有。报告司令。司令，你喝口水再说。福林，西面情况怎么样？板子房一带都是敌人部队。是鬼子还是伪军？是鬼子。我问附近老百姓，他们说鬼子部队是从武昌县附近开来的，还有哈尔滨来的警备旅，一共有好几千人。嗯，司令，看样子他们要包围我们。包围？那我们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吗？大哥，咱们赶快撩吧。对，撩。往哪撩啊？后边是人，两侧也是人，咱们往前撩呗。那前面要是敌人呢？那我看郝包头说的对，我们应该从正面突围，只能怎么办？正面？对，左右都是敌人，后头太平桥一带又有追兵，而正面呢有条小亮水河，水急难渡，过了河就是葫芦沟，还有张广才岭大森林，形势险要，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走，所以我主张从正面突围，趁敌人还没有包围我们的时候马上行动。对，越快越好。嗯，好吧，袁鹏，有你马上通知各个炮头、水乡、阳台、总催到这开会。是。站住！嗯，谁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我要他的脑袋。是。活是人干的，再苦再累，是人就能干。既然干，就得干好。而为了抗日，就得拼命干。有人说这叫卧薪尝胆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无外乎出力的大小，我多少呗。因为我也得抗日，当官的抗日，当兵的同样抗日，动脑的抗日，动手的也抗日。是抗日就行。当然，念过的书，受过的教育，特别是黄埔军校那些军事知识，肯定瞎不了。我伤了一只眼睛，就是两只眼睛全瞎了，我也要把自己学的那点东西为抗日贡献出来。别说喂马、烧水、劈柴火，再难的事儿，我照常吃，也都能承担得了。这个人的活法对路，干啥像啥就中。你翻开个个的大眼皮瞅瞅，人家伺候的牲口像个牲口样，马本来是有模有样、有架有势的生灵，在别人手里摆弄，
一个个带死不活的喘气放屁再啰嗦，就这么点小安排，他一翻唱妥了，吧嗒吧嗒马蹄子一着地儿，就有了精气神儿。马肥了胖了壮了，他人可就瘦了累了乏了，但他的心劲儿可就足了。好马是人伺弄的，好人是心养的，好事儿还得好人干。我不信鬼信神，我信人。你小子有章程，路老长，事儿老多，有难有苦都是人整的。你怕不怕人，可就瞅你真格的了。我也瞅着。参谋长，你认错人了。李参谋长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说王捕头，你啥意思？你大号叫什么？我没啥大号，庄稼人小名一个，赵三。不对，你不姓赵，你姓李，叫李才，人家都叫你李先生。认错了？我没认错，去年我在八研究基地干过，你是我们的参谋长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换你的。那天你一到队上，我就认出你来了。你怎么上这儿来？部队打垮了，孙司令是朝阳人，我也是，我就投奔他来了。好啊，你怎么不跟他说这个呢？孙司令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还是真心抗日，不过不大会用兵，得有一个高人来保他。哎，他不是有个高参吗？嘿，这个人净出馊主意，投降日本人就是他出的点子。我看呐，这个高参你来当最合适。他能信着我？能。怎么个能法？我看只要你能给他出谋划策就能。现在就有个好机会，眼下我们已经陷入鬼子的重重包围，现在搞不好就会被鬼子给消灭掉。你想个办法，出个招，要不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好，我琢磨琢磨。哎，王老头，千万别暴露我的身份呢。这你放心，以后我怎么称呼呢？还是叫我赵三吧。好吧。启东，启东，嗯，我告诉你件事儿，嗯，那个喂马的是八堰游击队的参谋长，叫李玉才，哦，人家都管他叫李先生，这回呀，咱们朝阳队可就有救了。我听说过他，他就是日本人最害怕的赵尚志。赵尚志，
赵尚志，赵尚志有啥了不起的？人不再叫什么名字，在你活着，有没有活着的劲头？有没有活着比死了强的理由？这才能证明你叫赵尚志。戚继光了，今天给大伙儿讲一段围魏救赵的故事。围魏救赵？对，战国时期啊，魏国有个叫庞涓的，带兵围住了赵国，要把他们消灭。这赵国一看，这可不好办了，就派人到齐国求救。齐国就派了大将孙膑。齐国和赵国那是手足之情啊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可魏国人多呀，赵国的都城邯郸马上就要被攻下来了，要是再晚几天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哎，那咋办了？赵国急坏了，哎，就盼着救兵快点来呀，好把赵国解救出来。孙膑呐，了不起，很聪明啊，他不是带着兵与魏国的大军直接交战，而是把魏国的都城大梁围了起来。这庞涓回兵求救啊，不成想啊，遇上伏兵了。孙膑杀死了庞涓，消灭了魏国的大军，也解救了赵国呀。照你这么说，孙膑来了就好了。哎，那我们不就得救了吗？就是啊，就是。当然了，咱们呐，自己能救自己。那怎么就、哎、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哎，有办法。嗯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办法，老赵兄弟，你给我说说怎么个解救法啊？啊，要我说呀、啊、咱们只有把队伍再拉回滨州去。你详细给我说一说。司令。嗯，这是地道的刘寡妇红凉烧。哎，喝出来了。嗯，哎，起码有七十多度。哎，我喝的这凉头起红了。这里喝了酒几盅了？哎呀，三盅了，别倒了，别倒了。少喝少喝，把酒擦擦。哎呀，这黄豆啊，糊的，哎，比这个啊炸的还炒的都好吃，我牙口不好。哎，那。大哥，不好了！王德全勾结赵三要把队伍拉去投滨州。啥？你说清楚。王德全勾结赵三要把队伍拉回去投滨州。我看不可能。什么？这很难说。在太平桥破皮箱，王双友不就拉上队伍跑了吗？这个兔子！岳鹏，去把王德全给我捆来。是。不要这样。司令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是啊，司令，我看王德全不能这样。不会这样。啥呀？刚才歪嘴子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早就看出赵三那小子不是个好货，王德全跟他勾勾搭搭，那还有个好啊？我把他绑来。我来了。司令，有办法了。大全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话问你。啥事儿啊？听说你跟赵三要把队伍拉回去投滨州。啥？投滨州？这是哪个哥们要借刀杀人呐？哼，少来这套，跟我扯这个，你就老老实实的招供吧。袁鹏，咱们哥俩平常可没有深仇大恨呢，我不过平常对你要求了严厉点，
你可不该红口白牙的冤枉我呀。少废话。那到底是咋回事？我不是投滨州，我是要去打滨州。打滨州？滨州？对，人家赵三说，鬼子为了包围我们，把兵啊全都调出来了。现在滨州啊是座空城，咱们现在应当打滨州，准能打进去。为了救咱们朝阳队，我夜访赵三，请他出了这个妙计。我王德全也算对得起大哥了。真没想到有人借这个机会要陷害我。德全，大哥给你赔不是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咱们不能闹起内乱来。来，大哥敬你一杯。好。大哥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是有人在使密探。人家赵三儿一心抗日投奔咱们，有啥不好？为啥非要置人于死地呢？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前，往后谁再使密探，我就毙了他。能咋的？嗯，德全，这是误会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说那条妙计是那个喂马的说的吗？一个喂马的能有多大章程？人家还讲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故事。日本人可不是庞涓能上他的当，就是太平桥他也过不去。人家说了，可以暗渡什么陈仓，太平桥啊就可以绕过去。绕过去？对，还真行。这个人过去是干啥的？听说他过去带过兵，打过仗。他还带过兵？哎，司令，这样的人更得留心呢。我看不管他是干啥的，只要他的招好使，咱们就用。对，荣誉老大说的对。嗯，我看应该干掉他，要不早晚都是咱们的祸害。司令，我看郝炮头的话值得考虑。司令，嗯，我看做事儿不能做太绝了。怎么？人家赵三真心抗日投奔咱们，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，那往后谁还敢来投奔咱们呢？嗯，再说赵三还是你的同乡呢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人家不靠这个。那好，你把他叫来。叫来？司令，你得礼贤下士才对，得请。那好，请。